第一首歌《膨胀》。
这首歌，应该可以让我们体会一下参赛者的感受，因为是一首比较新的歌，新歌演的时候就很像参加甄选，演不好下次就不演了。不能这样。好，您是。比较不冷一点，今天算比较温暖，又没下雨了吧？啊，昨天是不是有下雨？昨天有来举手，啊、真的有！天哪、啊，好棒哦！我觉得我们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人。不过真，你要说哦，这个比赛越办越厉害，这样讲好像也是怪怪。反正就是。不错啦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开心的在现场看到大家。说真的、就是，爱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对，爱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你们爱音乐吗？哇，听起来还好。听起来还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越来越爱就好了。对，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哇，
哎呦，很有潜力。你知道这个马兵这个团大概也哦，听到我们刚讲第二届是不是？现在是第六届是不是？还是总而言之就是要说，其实这个团也营运一阵子，那随着就是越来越成熟，就是要学着讲话越来越柔。所以说你们好像没那么爱要变，是你们爱的空间可以越爱越多，潜力很大，大概就是这样的转变。这就是变大了。对，这就是变成大人，成熟变成讨厌没有了，变成成熟的大人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机会，可以马上感受一下大家的成长空间，会不会太快？感受大家的成长空间，那大家是怎样？好，就是刚刚是讲，哎，我们等一下下一首歌要借大家的嘴巴帮我们一起唱，然后因为都戴口罩，所以就是眼睛要动哦，就像戴口罩笑看不出来，你只要眼睛眯一下就看起来很像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等一下要唱的时候。你要牵动你的眼睛哦，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好在唱。OK， 好，尽力啦，尽力，唱歌身体会暖起来。想要却不可得。
口罩是这个音量，那我们没戴口罩的时候应该就可以乘以二了。乘以三。好，也是可以。好，其实我后来每次在唱这首歌要带动唱的时候，心里都有点不安，因为我们要大家唱的歌词是我想要却不可得，不觉得我们很母汤吗？那就想象这里一百多个人，然后全部人，然后我想要却不可得，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对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写的歌，现在也没有很老了。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有趣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些歌又陪我们有一些日子，几年就不要讲了。再回去演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自己或许状态改变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变，然后回去唱《想要却不可得》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，或许是想要的东西变了，或许是他终于得到了，可是当初停留在那个当下的状态，被变成一首歌，是一个很棒的休息的点，一个很棒的记录的点。然后有时候还是会需要那个东西，当就算假装再怎么是个成熟的大人，还是会有沮丧的时候的时候。我们来唱一首，可以问一个有点伤感情的问题，问一个有点伤感情的问题，有听过马飞鹰的举手。哇，这个你们是不想伤我的心吧？那下一首歌大家Yeah. 这是一首有关于日常，然后周而复始，不过还是想在中间挣扎，然后找出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的一首歌。那我们主唱也在调音，原本想要讲个歌名就可以很帅的开始，结果这个 timing 好像错过了。太久没表演，现在没默契啊。对，天气比较冷，那个弦的变化比较大。总而言之，这也是在日常中间的不一样啊，好牵强。那我好了，中间那段把它剪掉。好逗乐，好开心啊、哦！那下一首歌，我这气氛不对，深呼吸一下。下一首歌，它的名字叫做《不要》。
健身房和什么游泳池全部没开，然后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去运动，奇怪，以前我真的推得动这个吗？有那种感觉。不过反过来讲，其实都很兴奋啦。如果最近，我觉得最近如果大家有看到其他秀，或是啊，前阵子是不是浪人机还是什么，有那种大秀，我觉得每一团在台上看起来或多或少都很嗨，都很嗨，都过度兴奋。我今天也有点太嗨了，就是一来，虽然我今天彩排迟到，但一来的时候。一来的时候就是要表演了的那个感觉等了很久。对，终于可以把那个爱音乐的大家聚在一起了，这样。没错。经过今天大家爱音乐经验值又往上提升了。没错。我们今天要唱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前几年出的一张单曲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家》。当初在写的时候，我想要写一个。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家，大家应该都听过《甜蜜的家庭》这首歌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家的想象，
可是在这个年代，不管是我们对于婚姻的想象，对于同居一起生活的想象，都不只是只有一个样子。然后对于这块土地，甚至是说我们一起玩这个乐团这么多年，或者是说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可能是一起为了某一个团而认识，我今天在这里认识，我觉得那都是一件很棒，然后值得叫做归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写了这首歌，我们很常把它放在最后一首唱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开心，因为我们玩得蛮开心的。然后等一下还要去做了，我们留下来看。哎呦，嗨，我们是马飞鹰，最后一首歌。
谢谢马飞鹰带来的演出。接下来呢，一样是要进行访问的部分啊。听到他们的音乐，就可以感受到时而迷幻，时而又很轻巧、很灵活。对，那其实呢，马飞鹰是作为第二届台北音乐不断电的优胜学长姐回到娘家，回到这个舞台上面为大家演出。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报名这个比赛？因为第二届是五年前左右。应该就是看到想说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是一个曝光的机会，然后认识其他表演者的机会。对，而且也能在这样的舞台跟更多的观众，而且很多可能是经过路过，可能不认识马飞鹰的，竟然在这个场合可以让他们听到你的音乐，也让他们更认识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团。那有要不要？其他的团员 也一起来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来。还有一位，他也在收贝斯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，第二届台北音乐不断电，你们获得优胜乐团这个奖项或这个机会，有让你们有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吗？哦，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今天在这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 ！我刚才看到，其实很多人举手是为了马飞鹰而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应该我们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听过我们啦、啊？是不是为了我们来，我们不敢自大、啊。那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也觉得不过至少现在天桥上，然后还有现场观众，还有直播的观众都已经认识，都已经听过马飞。没错，没错。那哎，我再提醒一下天桥上面的观众要小心一点哦，那个栏杆哦，怕危险。这样子，大家要注意一下栏杆的那个位置，好不好？那最后一题想要请问的是，马飞这个团有什么特色的地方？有开吗？有。就加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出国深造那样子。出国深造。就是我们有史以来已经换过了不少团员，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早听我们的人，可能除非很注意，不然每次来看可能好像都习惯那个上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然后这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因为我们的团员很多都去美国念书啦，去美国念书又回来啊，不然就是还有去瑞典，对，美国、加拿大、瑞典，对。这个出国又回来了、哦，你是出国又回来？那你之前是去哪一国？去美国。哦，你去美国。好，非常有出国运的一个团啊。所以如果有人最近有出国深造的打算，又会乐器的，欢迎来就是加入我们。那说不定加入之后，立马就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国家。托福直接加20分。托福加20，很赞很赞。立马英文练团。对，英文，真的假的？非常赞啊，非常有活泼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他们的音乐也非常印象深刻啦。那接下来音乐上面的计划呢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们最近应该会休息一下，然后蓄积些能量，就是准备一下之后的事情。就不要这一段时间又有人出国深造，这个很难说。所以现在也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，现在出作品好像也是蛮尴尬的，就是在累积创作的能量。希望未来马飞鹰也会有更多厉害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那要去哪里才可以搜寻得到马飞鹰呢？我们的作品的话，在各大串流平台都有，然后 YouTube 或者是就是 Spotify、Apple Music 或者是像我被偏心啊，什么 KK 也有啦。总之各大音乐平台都搜寻得到马飞鹰。对，然后如果那个打马飞鹰的马打错的话 ，Google 也会跟你讲说，是不是你要找斜玉旁的马飞鹰，所以不用怕，就打马飞鹰就好了。也代表有够多人搜才会修正你啊 ，Google 才会修正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马飞鹰带来的演出。好的，那其实我们今天第7届台北音乐不断电的展演呢，刚才是学长姐带来。